如今，教书难，办学更不易呀。望杨大人体谅吧。也就是说，我那5000两银票，你也不打算收了？捐不捐款，那是你杨大人自己的心愿。柏林从来不敢奢望。哎呀，来。咱们再商量商量啊，只要能把汪福全留下，我每年给你们南开捐2000两银子。哎，那这样吧，你让你的侄子再考一次南开，考上了我收。他可是上了1年预习班才考上南开的，照你这么一说，这不等于2年学白上，又从头上起吗？杨大人，我知道这白花花的银子是好东西，可是柏林立志办学只是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，如果没有规矩，那一切岂不成了镜花水月？如果我把南开办成了一个只顾赚钱不讲规矩的学店，我想您太太也不会死乞白赖的非要把你侄儿送进南开里来呀。您说呢？张校长，你就别跟我装了。你们南开现在是罗锅上山前紧，等到有一天你们穷的关了门，看你们那些臭规矩还有什么用，你又何苦呢？办得下去办不下去，这就看我张伯苓的本事了，杨大人不必多虑。铁宁卫就这么1亩3分地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说不定你张伯苓还有求我的一天。杨大人，伯苓啊，就是个臭脾气，吃软不吃硬，咱们好言好语好商量，就是不怕吓唬。告辞了。今天各位来贺老朽花甲之寿，按着常理华亭应该是盛情以待，无奈如今天下动荡，世面不尽，自觉不易铺张，故此只约3-5知己，数位亲朋，略备薄酒，以表华亭敬谢之心，请各位满饮此杯，再续寿诞之欢。请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全都满上啊，满上满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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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杨总办太客气了，来，请坐，来来来，给汪公子看座。哎，请请请，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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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来，请请，坐坐坐，各位招呼着啊，各位，来，满上满上。汪公子，你怎么离开南开了？嗨，南开呀，徒有虚名罢了，现在穷的是叮当响啊。您说我在那儿还凑合什么呀？是是，就那种学堂早就给关门了。对对对，搞嘛新式教育，瞎掰呀。就是嘛，咱们先生早就说过，所谓新学纯粹是异端邪说，在咱们中国地面上长不出3尺苗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范孙公，
您就放心吧，还撑得住，我们一定会千方百计渡过难关的。嗯，好，再见。这是我从外面捡来的，点上或许会暖和点。算了，你还是能够先保证让学生宿舍和教室先暖和起来吧。柏灵师，这点柴火怎么也管不了那么多教室啊。再说了，您暖和了，学生们都冻着，光我这儿暖和有什么用啊？来来来，哎，请，各位请。玉坤兄，你不是在直隶提学使手下荣任秘书吗？你也得给提学使大人放放风啊，补助南开的费用干脆嘎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季发，哎，做人嘛还是需要厚道一点好啊。他张某人虽然跟咱们是志不同道相异，给咱们办学造成了不小的麻烦，但我们不必跟人家斤斤计较嘛。啊，四平，你再去跟几家煤站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再赊给我们点煤。还赊煤呢？刚才电灯公司来人了，说如果我们再不交电费，他就要给我们断电了。校长，刚才粮行的吴老板送来信儿，说他们再也不能给学校资助了。这种人我早就料到了。我张伯苓。哦，邢厅长。什么？你们这样做，这不是落井下石吗？直隶提学使司每月补助学校的500两银子也没了。怎么说？南开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断了。校长，咱们南开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停课。停课不行吧？是啊，学校一旦停了课，外人会以为我们南开垮了呀。校长，沈华庭和杨振邦这帮人可盼着咱们垮呢。你们傻呀，不停课，不停课让学生们冻成冰棍啊。对外咱们就不能说是提前放假，等有了办法再让学生回来吧。可是要是等学生们回来了，我们还没想出办法来呢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提高学费，让学生放假先回去，等下学期开学再让他们把学费交上来，可以提高一点，这样不就解决了吗？这倒是个好主意。馊主意。办学校不能总盯着学生，再加码，那些家境平平的学生们就甭想再进南开上学了。校长，我看这也是个权宜之计。等熬过了这一阵儿，
我们还可以再降下来。不成，我宁肯把南开关门，也绝不提高学费。彭春，哎，梅师哥，什么事儿？昨天我收到家里的来信，说咱们南开经费都断了来路，张校长正到处找米下锅呢。昨天我也收到我哥的来信，可是他说学校一切顺利啊。他可能是怕咱们乱了心思，故意瞒着咱们的。可惜，咱们也没有能力解南开的燃眉之急啊。是啊，不过我想，南开再怎么难，我哥也是有办法的。因为他相信天下好事多磨难，跨过磨难是曙光。对，天下好事多磨难，跨过磨难是曙光。小五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南开没人了，南开关门了，南开完了，南开没人了。上苍啊，我张伯苓为什么要办新学，您是知道的。我不能半途而废，南开的新学不能半途而废。如果你真的看得清楚天底下的事情，你就应该帮助我闯过这最难的一关呢。我的国家实在是太贫弱，我的同胞实在太需要新式教育的开化了。南开刚刚起步就面临着灭顶之灾，您不会视而不见、充耳不闻吧？上苍啊，请给我力量，让我能为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尽一份责任吧。南开如今面临生存危机，如果教会能够帮张伯苓把南开继续办下去，我想他一定会快快乐乐地接受我们的建议。卷，我知道是张伯苓把你从南开辞退的，你是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戏弄他？不不不，我完全是为了主的事业。现在张伯苓最需要的是钱，而我们最需要是南开有这样的影响力的学校。如果我们拥有了南开，就会对中国所有的私人的学校带来一种教师的作用，也会给本教会带来不小的荣誉。哎呦，张校长，您这一阵子可是见瘦啊，腮帮子都塌了。是吗？瘦了好啊，精神。怎么样，您这生意还行吧？哪儿啊，平日里啊就靠你们南开的老师和学生捧我的场，如今你这一停课啊，我这就没钱赚了。剃头刮脸倒霉也不写呢。是啊是啊，张校长，就冲您这个精神劲儿啊，南开还得活起来，我这生意啊也垮不了。真恨不得能帮校长干点什么，可就是使不上劲儿。哎，其实啊，只要有3000大洋，就能坚持到放寒假了。可照眼下的局面，手里没有万把块银元，南开能不能熬过去，这很难说呀。这可真叫一文钱
逼死英雄汉呢。谁呀、啊？这么晚了会是谁呀、啊？肯定是来讨账的。走。走。张校长，这里有10000银元，只要您愿意，这钱就是您的了。南开可以继续办下去，而您呢？当然也是这里的校长。难道上苍真的听到我的祈祷了吗？校长先生，中国有一句古话，雪中送炭，这句话令人感动。今天我们就是来雪中送炭的。条件呢？没有条件。南开还叫南开？对。我这个校长依然是校长？当然。四平，把教学计划拿过来。这个是南开的教学计划书。我们要是拿了你们的钱，这教学计划是不是要改呀、啊？张校长，我听说你对主是满怀敬意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之间的事情是很容易达成默契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们是要把南开变成教会学校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我十分钦佩张校长的理解能力。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，这南开是私立学校不假，但是私立不是私有啊。我这个校长在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，还要跟同仁们商量商量，最后还要报校董会做最后决断啊。我非常理解。各位，刚才我已经把学堂的财政状况和盘托出。眼下呢，南开的创办人严范孙先生不在，教会那边的人呢正等着我们回话。究竟这10000银元要不要？南开要不要交给教会来管？希望大家能够亮明自己的观点，大家一块儿拿个主意吧。这还用讨论吗？当然不能把南开卖给教会。怎么叫卖呢？人家只不过想资助咱们嘛。资助？把教学计划都按照他们的要求给改了，那还不成教会学校了。其实啊，教会的建议我们也不是不可以考虑。我以为眼前只要能保住南开，比什么都强。您的意思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他有奶咱就得管他叫娘。哎，车老师啊，您不能这么说，危机当头，这也是一种自救的法子嘛。再说了，教会毕竟是善意收购，啊，人家保证全体教员留在南开任职，薪俸待遇只有提高，不会降低，善意。如果他真想行善，那为什么不捐款给我们？为什么想趁人之危把我们南开变成教会学校？不是，就算南开变成了教会学校，他又有什么不好啊？只要我们这些老师还存着一份爱国之心，我们仍然可以教给学生们救国救民的道理吗？你以为教会比你傻呀？人家出了大价钱还能由着你去教学生怎么救国救民吗？你这不是大白天的说梦话吗？他们算讨论什么？这么长的时间，大家伙都快喝西北风了啊！别光说廉价的空话了。救国救民是南开的宗旨，怎么叫廉价的空话？严校董和张校长拼死拼活的干了这么多年，难道是为了给教会做嫁衣裳吗？那南开活不下去，怎么救国救民啊？怎么培养人才啊？是，怎么救国救民？各位老师，各位工友，这城砖是当年八国联军扒了咱们天津的城墙，我特意留下来的。当年八国联军为什么要扒咱们的城墙呢？是想让咱们中国人没有了设防。今儿个外国的教会又跑到这儿来收我们的学堂，
我想，他是想把我们心里的城墙也给扒了。对，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同仁，我以我们南开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为我中华崛起造诣有用之人才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南开的教学计划就是根据这个信仰而设置的。钱我们当然非常需要，但是为了钱就能出卖我们的教育主权吗？就能用他们的教育来改变我们的信仰吗？所以我说呀，再苦再难，在南开也要坚持自主办学。校长，校长，快信！你看，快信。范松公的快信，他除了向大家问好，还说已经汇出了400两银票，一助渡过难关。他心里还说，如果南开急需用款，可以先从他家里挂支。400两啊，这才是雪中送炭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了。作为校长，我很惭愧，在学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无力保护他。但是我可以学习范村公，做一个尽心尽力的人。四平，给我写上。张伯苓捐款50两，为了使我们南开渡过难关，我提出5项主张。第一，我张伯苓及全体教师再停发薪水2个月。第二，所有的工友一律照发工资。第三，会计发半薪。第四，如果有不同意见，可以提出辞职。第五，如果大家同意以上主张，请鼓掌。我车行员捐30银元。校长，校长，我这还有点，捐了吧。我捐。我得去干大门了，我去了。我捐，我把这五块2块，捐4块，给我写上。我的，我捐2块，6块。我们的，罗伯特，你们是外籍教师，这捐款就免了吧。张校长，我们难道不是南开的人吗？用您的话说，外国人的钱烫手吗？好，好，收下。好，这就应了我们中国一句老话呀，只要众人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。对对对，咱们南开，对，说的对，是越南越开。对，南开南开，越南越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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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我们应该回去了。朱春，哥对不住你啊，本想给你搞些金银首饰做陪嫁，可这钱让我给捐了。哥，那些金项链、银手镯，可都是束缚妇女的枷锁。哼，你这个观点倒狠心呢。哎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哥，妹一点也不委屈。我跟千里是自由恋爱，再说结婚的事儿过2年再说。你倒是把我想说的话给说了啊。对了哥，嗯，我和千里商量好了，我们还要办一件大事呢。什么大事啊？
哎，行了，说什么大志啊？我们要办一所幼稚园。幼稚园啊？哎呦，哥，嗯，你说要不是你办新学，我能学到这么多新知识吗？这些不都是你给妹妹最好的陪嫁吗？哎呀，想不到我们张家还出了个新女性啊。那当然。哎，陪着走走。1911年10月，辛亥革命爆发，不久清帝退位。同学们，腐朽的清王朝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孙中山先生已经就任，临时大总统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了。可是，我们还是生活在专制的淫威之下，还留着这条象征着封建专制的猪尾巴，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啊！对，成了，成了，剪刀。共和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我要剪！我要剪！想剪辫子的，跟我来！走！脚！脚！脚！谁动脚啊？我不剪辫子！就把辫子剪了吧！我不剪辫子！不剪辫子！别跑！不剪！老师！不剪辫子！不剪！罗伯特。出什么事了？大清国垮台了，民国成立了。是啊。嗯，你不高兴吗？为什么会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？你看，大家都在快快乐乐的剪辫子，可是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剪的。我这不是一件让人扫兴的事吗？哦。你自己没有辫子，你可以去剪别人的辫子啊。Stop！ 救命 ！Stop！ 我不剪，站住！校长，谁要你们的命了？校长，他要剪我的辫子，这不是要命吗？是啊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怎么可以损毁呢？没那么严重吧？你们看，我这不是活得挺好吗？哎经历了几年艰苦的日子，进入民国的南开再度兴旺，并以其优秀的办学业绩吸引了莘莘学子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。在1913年度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七天，南开学校的校园里走进了这样一位新生，他叫周恩来。奔桥国。我夸死你啊！哎，别赖，别赖，别赖！哎，我终于赢了你了！哎，再来，再来！奔桥国，你哪班的呀？我是第二班的。第二班的叫什么？再来，再来！我叫周恩来。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是？我是第二班班长向怀恩。来来来，我坐哪儿啊？哎哎哎，再来再来！我认我认我认！别玩了，别玩了！你同桌来了，坐啊，快坐。你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恩来。哎，上课上课。你呢？哎，上课了，老师来了。起立。坐下。按照本校的规矩，每一届新生班由我来上第一堂课，咱们互相认识认识吧。我姓张，弓长张，叫张伯苓，以后你们叫我张校长就行了。
你们班大多数同学我都见过了，只有一些来得晚的同学，咱们还要对对号啊。夏怀恩。校长好。你的病好利索了吗？校长，都好了。嗯，坐吧。哎，你是周恩来对不对？是的，我就是周恩来。嗯，坐吧。这个小个头的就是吴国桢喽。是，我是吴国桢。可是校长，我的个头可并不小啊。不信，不信您看。我们俩站一块儿，我比他矮不了多少吧？是，踮起脚尖儿的也就差不多了。不过个头矮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儿，金刚钻小，能揽瓷器活啊？就是啊，那个拿破仑比我个儿还矮呢，不照样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吗？所以说呀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！哪位家不在天津的请举手。都是第一回到天津未来吧。好，这第一堂课咱们不讲国文历史，也不讲数理化，咱们先去逛逛街，我带着大伙儿到咱们天津卫的大马路上去溜达溜达啊。好，你们现在走的这个道啊叫南马路，这儿原来不是马路，哎，那是天津的南城墙啊。八国联军打进天津之后就把城墙给拆了。他为什么要拆城墙呢？就是不让咱中国人有任何一点的防御能力。没了城墙，他小鬼子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咱们中国人没地儿躲没地儿藏，只有挨打的份儿啊。教皇有点意思。没错，看见了吧，那边就是法租界。吴国桢，回来回来，前面就是日本人的租界了，一进那里边咱中国人说话可就不算数了。这日本人在那儿派出了军队，他们可以称王称霸，为所欲为。看着堵心吧。堵心。咱们中国人的大耻大辱就写在天津卫的街道上了。刚才我把列强在咱们天津卫干的缺德事儿都数落了一遍，可是到了这儿，我又不能不夸夸人家洋人呢。夏怀恩，你是东北人，见过黑龙江松花江吗？见过。周恩来，你老家是在南方，一定见过长江喽。见过。长江上到现在还没有一座大桥，就说黑龙江上的铁桥无一例外都是人家外国人设计建造的。就说这海河吧，宽窄远赶不上黑龙江，可就连这么窄的河，河面上架的桥还是人家洋人设计建造的。每次我路过这儿啊，这脸上臊得慌，咱们咬牙切齿地骂人家，可看看这桥，我们又不能不打心眼里佩服人家。你看这钢梁多坚固啊，还有啊，这缆绳的粗细、轴承的大小、承受力，都是经过了周密计算。是，算得多仔细。哎，咱们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，却练不出这造大桥的钢，也没有懂得精密设计现代化桥梁的人才啊。您是说我们要认真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？你只说了一半。周恩来，哎，你说呢？我理解校长的意思是要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，要读书就要认真地学习科学知识，长本领，就像造桥一样。一丁一卯地打造出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的河山。俗话说，赌心不如用心，憋气不如长志气，咱们要知耻而后勇啊，知道吧？对。
我看你们转了大半天，这肚子也都饿瘪了吧？饿了，早饿了。好，我呀，带你们去吃天津味的豆腐脑、锅巴菜，还有煎饼果子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走。孟轲死，圣人之学不传，道不行，百世无善治，学不传，千载无真儒。吃饭了，吃饭。坐敬，坐敬。无善治，爹，使由得以明晰善治之道，以教助人。爹，哎，燕琴，找你爹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也要上学。哎呀，女孩子家上什么学呀？再说了，让咱们大小姐上外面的女学，老爷也不放心呐。我就是要上学。哎，好好好好，你要上什么学啊？严氏女学。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那严氏女学可是由张伯苓见校长，你可千万别在老爷子面前提这事儿啊。小五子，小五子。哎，来了。校长早。啊，早。宇宙，太阳与我地球的距离有多远呢？太阳的光线何时可达地面？在我东方之日本与地球另一面之美国，时差是多少？又如我等置身海战，当敌舰与海岛呈75度角时，与我舰的距离是多少？乘45度角时，与我舰的距离又是多少啊？炮台何时发炮？我舰何时接敌？为最佳时机呢？准确的计算，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。所以不但要准，而且要快。哎，你在算敌人，敌人也在算你呀。生死存亡。就在分秒之间。哼，你糊涂。严氏女学那是你去的地方吗？亏你说得出来。那怎么人家都说好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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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校长，拉偏手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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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没有。我只是帮他们吆喝，我并没有帮他们使劲拉嘛。啊，没有，吆喝比拉绳还厉害。嘿嘿，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哎，这个拿旗人的作用非常重要，要善于把大家的力拧成一股绳啊，人心齐，泰山移啊，就是要把小力变成大力。哎，要是人心不齐啊，人再多也没用啊。想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，甲午海战，日本国能打败我大清国，多半是因为人心不齐，一盘散沙呀。
理儿是这个理儿，可是啊，我们不服。对，不服，不服，不服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个不服气的劲儿啊！不服啊？啊，那就再比试比试。比比比比比就比，怎么来？你来指挥。好，你就比，无非再赢你们一次罢了。不可能，来。来，使点劲儿，走，使点劲儿啊！我上，来，咱们这次一定使劲儿。哎，还没开始呢，没开始呢，着什么急呀？往下，哎，预备，来，预备，现在正是用脑子长身体的时候，怎么能从嘴上生呢？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30岁。哎呀，晴儿啊，我的晴。